书好难，怎么办？让姐教你过难关。他真的会读懂。哎，哇塞，小优你好，重心不稳。哎，我要问他们是哪里毕业？高雄师范大学。哇，师范大学。他以前如果没有前三名，就被禁止。我都羡慕别人可以出去玩看电视，可是我却要一直读书。我爸像你父亲这样，我应该到现在还没出过门。国立成功大学，台南啊，台南，台南全校前三名的，这不是你可以懂的吗？你大哥，这边我也相信，这边有，这边有。你的成绩可以在台北读名校，可是你要去台南念书。为什么？我想摆脱父母。哇，想要奔放。对啊，想长奔自由。哎呦哎呦哎呦！大家好，杨涵娜。你是英国伦敦大学，法学硕士，你记忆力非常好。考到怎么样？跟我交往男生会很害怕。啊？然后我还有修犯罪心理学。怎么可能？哎呦，好恐怖哦！一进来先两只手就靠在那里，说今天晚上去哪里？不说这个，大灯啪照，八小时再回来。真的，对，跟你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个爱情故事。哎呦，我之前呢在高雄工作的时候，好淫乱，认识一个女朋友，她住在台南的追分，淫乱，台南的追分，相隔两地，为了证明我对她的爱，所以说呢，我每天这样往来，从高雄到追分，高雄追分，高雄追分，每天送她接送，哦，就是这样子，高雄跟追分这样很密集的这样往来接送，是是是，哦，就是高分的密集。哎，这是我们主题嘛？现在主题就是国光升学讲座，这边的高分秘籍独家公开了。不，哎哎哎，追分哪在台南呢？是不是台南？是？对啊，在哪？随便他们讲，差不多差不多。最大的忌讳就是糊弄观众了。不会，先道歉，先道歉，谢谢大家支持。来，坐。哎，谢谢。哎哎，来来来，等一下，请问一下，那个念书的时候，你最擅长的科目是什么？最擅长体育，体育，体育，体育啊！开玩笑，那当初怎么不涂体专算？对呀，结果舞蹈科也算是舞蹈科嘛，也是差不多了。那个苦力啊，你是最厉害的。我在国光的话，应该是表演，没有学科类的，都讲术科。哦，学科类的话，就大概是地理、历史那种死背，死背的史地，厉害厉害。你最厉害什么？美术。我讲真的，你不是海专的吗？不是海洋大学吗？但是那时候美术老师高中他推荐我去走美术系，是真的。结果呢？因为他常常给我一些陶土啊什么东西，我都把它弄得很厉害。你为什么不去呢？后来没考上，没有没有。后来我就推甄，因为说可以环游世界嘛。对啊。推你是为什么推甄？其实算是我爸爸的一个梦想。他当初念海专，然后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航海这方面，他希望可以我来继承这个。不是你不是要推荐吗？你用什么推荐？因为你爸爸航海。哦，不是不是，因为我学校的术科都已经很好了，红包嘛。哦，因为我学校的术科表现蛮不错。术科是是是，你最厉害什么？胡赖，哇，花言巧语。我好像只要是读的、读书的科目都拿手。英文都可以啊，英文哈哈两句。Today is a good day。好厉害哦！你的好强哦！好厉害哦！哎，所以你数学也很厉害，因为我们那后来是什么营建工程系，都是一些数学要有关系，力学、流体力学啊，是理科的力学，对啊。十三加二十六多少啊？十三加太侮辱人了吧？三九三九。我今天是有高学历的，哎呦哎呦，很多高啊！首先欢迎第一位小优，小优哪个小优啊？优。他真的有点高，哎，哇塞，小优你好，哎，重心不稳哦，哎，看得出来他主修的是那两科，哪两科？哪两科系？哎，请问一下您的三围是？我们三十二 F 二十三三十三，您是双修座哟，天蝎座，天蝎座，您现在是广告设计师，对，哇，告诉他们。你是哪里毕业？高雄师范大学。哇，师范大学，视觉设计系。
对，视觉设计，视觉设计是什么？就是用电脑做广告设计，还有多媒体设计，图文传播那类的。你有那种所谓的美感的底子，还是美术的底子？有，应该说我是因为读视觉设计，所以后来去当过校美术老师。所以我之前有在您的节目已经出现过了，之前在大哥严选的那个郑美老师啊，对，还教我们上课啦，是不是？对，教你们画老师的。对，你也在耶，什么叫我把腰忘了呢？我也在。你是人吗你？OK， 我记得。不过他爸爸很严格。哎，怎么了？他以前如果没有前三名，就被禁足。哇塞！从小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因为对，因为其实爸妈对我很严格，其实我现在很感谢，因为当时我都羡慕别人可以出去玩看电视，可是我却要一直读书。现在回头想想，真的要感谢爸妈，因为这都是为你好。我如果我爸像你父亲这样，我应该到现在还没出过门，因为不可能考前三，永远被禁足，真的，而且不曾出去过，条件这么好，一定要禁足的。对啊，这个不禁足，多少男人就是多少苍蝇。对啦，对啊，你去过哪里念语言？波士顿跟加拿大的温哥华。为什么要换两个地方？因为一个是国小毕业去，一个是高中毕业去。国小毕业去，然后对，去暑期两个月，语言学校。因为因为我家人希望说我还是在台湾稳扎稳打的一些台湾的教育会比较好，就是对升学比较好。那但是还是要暑期去学习一下国外的一些教育模式跟一些启发性的一些生活，至少可以比较一下嘛。对，就是以升学来讲，当然台湾比较对升学台湾比较严格一点。以快乐来讲，还是国外快乐。对，小学先去波士顿，对对，小学毕业游学，暑假啦，暑假游学，对啊，很棒啊。你什么叫做学英文用联想记忆法？我之前教国小的时候有教英文，有教到英文。那个时候教学生小朋友不太懂嘛，那个时候有教到联想记忆法，让他们可以很快速可以记比较久的英文。那例如像恐龙的英文有谁会？恐龙 dinosau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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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记起来就会很有自信，那当他们有自信，他们就会喜欢继续学英文，就会更想学，就有兴趣了。对，那但是长大之后，我是建议用猜字法，用真正理解的方式，比较快可以学英文，会学的比较好。猜字法，对，猜字法。现在不是就有出那种教学的教材，特别的，就是让你用这种方法学英文，快速记忆。但是你这个是 Hi man， this is 带脑兽，还是要把它。纠正他的还是发音要还是要的标准。现在还在当老师吗？现在没有，现在做广告设计。广告设计，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成熟稳重。成熟稳重，那就是你爸。那不是伯父本人。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去国外留学，有很多外国人会搭讪吗？还蛮多的。对，就是白人、黑人、亚洲人都有。只要是人都会了，对，都不同的，他们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 F 了，就慢慢在长。高中应该高中毕业 D 而已 ，D 还叫 A， 高中毕业就 B 了。高中有些人一辈子也不过 A 啊。考试拿 A， 对，考试拿 A。那我请教你一下，就是说国外的撩妹，你刚刚说白人、黑人、亚洲人，谁最直接？最直接哦，我觉得应该是黑人哎。OK，Let's go sleep。去睡觉这样。他不会这样讲，他会讲说 ，Let me buy you a drink， 让我请你一杯，就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怎么样意思。很，这是代表，这是他们就等号。啊，真的，真的，所以你愿意喝一杯就是愿意了。对，就是等于他付你一杯。drink 的钱，那一个晚上你就是他的了。那以后这么简单，我们去吧，不能交朋友的。对啊，Let me buy you a drink。What do you say？ 哪一个吗？对啊，对，他们可能是意思是这样。OK。
那现场要交流了，哎，撩妹王出来哦，来了，台湾，你的态，我们的撩妹就比较浪漫一点，撩妹比较浪漫，对，比如说我的跟你的关系就是密不可分的，你是臭豆腐，我就是泡菜，你是凉面，我就是味噌汤，那如果你是黑板，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大黑板，我是值日生。你只是身擦黑板，哇！只是身的名字要写在黑板上，嗯。怎么说这么下流啊？你很下流，这也是直接，这也算是直接的一个老师讲这种话，因为老师嘛，黑板是跟他们擦黑板分的。了解。他爸爸有来，你知道吗？可是我说只是身名字要写在黑板上，嗯。然后这个最后会被老师爸爸插立冬，太恐怖了。那你要讲讲怎么撩妹吗？撩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像亚洲人一样循序渐进，因为他们是慢慢来，对，就是。你刚刚那个叫循序渐进，擦黑板可以吗？不可以，就等于被打枪。这我们要这样，要泡温泉吗？后面吗？哎呦，你也知道，我上次去过了。哇塞！哇塞！真的泡啊！讲一讲而已，还真泡。上次节目上有提过这个梗。温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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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温泉王，好不好？温泉。那你现在就是在做广告设计，这广告设计好不好做啊？还可以，你就是要多跟厂商联络互动，然后他们就会给你可能包月的 case 都给你这样做。哦，包月应该都是包年的 case。包年，就是如果你做得好，他们就会一直请你做。当然，包你开心。这种是硬碰硬的行业，对对不对？因为大家一比图，哎，你这个对不对？立刻就见真章。对。那您现在的在广告公司职位是老板娘。就是自己工作室自己接 case， 独立的老板娘，设计师，老板娘，老板娘，设计师，有机会自己公司。这个国王帮我想一想啊，想被你设计去哪里泡温泉？厉害了，这个 logo OK 吗？嗯，很专业，非常专业。真的，我们都看不懂。谢谢，请坐，谢谢，欢迎第二位亮颖。哦，亮你好，亮你什么星座？我是双鱼座。哎呦喂，你那三围是？三十二、一、二十四、三十四。哎呦，咦咦，老师哎，老师厉害了。你现在是模特 F 就 F。对，就是我是大四学生，也是 model。哦，还在读书，还在念呢。对。请问你念的学校是？国立成功大学。在台南啊，台南，台南大，成功大学很厉害，厉害，可是你是台湾文学系啊，对，台湾文学是念什么？就是比较偏重文学的方面。我知道，对，就是气质都来了，你看，就是它是台有关于台湾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对，因为就是像。有中文系或者是外文系嘛。那中文系就是中国文学，然后外文系就是外国文学，所以也会有台湾的文学。您刚刚讲这一整串下来都是字面上的解释，只是把它延长。就台湾文学有些什么代表性？包含的台语吗？还是念一些什么？对，就是我们也会修台语的课程这样子。那会用比较专业的罗马拼音方式就是学习。你们念的那些文。文章都是用台语在念吗？不一定，但是也是会有用，就是台语的字来，就是那台湾近代一些什么诗集啊什么，你们都会念吗？对，会念，是不是？对，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是台湾文学。其实最远也没到多远，对啊，对啊，因为毕竟是到明末才有人来这边嘛。那你的成绩可以在台北读名校，可是你要去台南念书，为什么这么讨厌台北啊？没有，因为就是我从出生到就是长大，我都住家里，是对，我都住台北的家里。是谁出生到长大不住家里？想要自己过生活吗？对，就是我想要摆脱父母的。哇，这样你就没有摆脱啦，你是想要奔放，对啊，想要长婚自由。你是交到男朋友了？没有没有，被男朋友拐的。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管蛮严的。不是我男朋友，是网友。哦，网友。你小时候怎样？家里管蛮严的。哦，那你从小成绩应该都很好吧？中上或上，但没有到很顶。
那你学你选台湾文学是因为你要到南部去念书，所以选台湾文学？他说是啊，就是一方面我也是蛮喜欢文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特别离家远一点。对对对对，那怎么独立生活？不想屏东的学校？屏东可能没有文学系吧？成绩好，说你从来不熬夜，不熬夜怎么念得完书啊？嗯，就是我们熬了夜都念不完。是啊，你熬夜每天能念，熬一熬就醉了。是，熬夜读的部分很容易忘记，就是隔天早上就很容易忘记。哦，对，反而效果不好，精神不好啦。对对对，睡饱之后再念会更有效。其实有一些人是这样提倡，就是说你这熬夜念的，就是等于事倍功半。哦，你反而把自己休息好的时候，脑子清醒，念书起来更容易。对对对，因为就是像有时候半夜做梦，不是早上起来很容易忘记吗？对，然后就是，如果你所以我们要早上起来做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如果说半夜读的时候有点半睡半醒的时候，也会很容易忘记，效果不好。所以熬夜大部分都是临时抱佛脚。明后天要考试了，读不完，熬个夜冲一下。是，我以前是装给爸爸看，读书都是读给爸爸看，一直开着灯这样，我还在看，努力。看成绩交朋友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就是在台北的国中很在意成绩这样，没有明讲，但是大家都感觉得出来那种氛围，就是老师可能会刻意关心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对，然后比较会忽略就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的感受，这样子，就是老师的态度会影响到就是同学的人际关系，不应该这样。对，像我以前去学校去了一个学期，老师看我。你是谁啊？从来不在乎我的成绩，太烂了吧！你学测国文拿满分啊？哇，国文满分好几分啊？特别喜欢语文。满级分跟满分不一样，不一样。满级分就等于说你在前几位，前几 percent， 那真的算满级分哦，不是满分。那几乎跟满分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就很厉害，全校的前三名这种，就不是你可以懂的嘛。就不像不是我们会懂的这样未知的领域。你讲我们嘛，讲什么你呢？不好意思，那其实我没读书，我没读书，你必须要，我不会修饰我的词汇。大概，不会修饰，这边有，这边有。我没读书，没读书，就是可能去年你们对他太松懈。对，啊，对对对，造就今年现在这样。我们这里面，当年谁的国文这一科比较厉害？我们哦。国文，差不多吧。你不是读的都厉害，因为我看到剛剛你过来，我看到芥末饼干了。来，那个春文，因为是演舞台剧，所以也要写。我在你旁边。你就有考题，有考题啦。啊，你等一下要写。预备，可立冬会偷看。第一题是，哎呦，好高什么远？首先要先了解成语，然后再去想说这个字要怎么写。一，曲哥。二，满脸。三。哦，有的写鸟，有的写马，有的写马。好，那立冬错一题，错一题。好高骛远，追求远大的目标，错一题。不切实际，太鸟了吧？这个。第二题，请出题。好，一丘之什么呢？哎呦，一丘之什么？哇，这个好难，我想一下，应该是，哇，哦，那个字很难写。啊，对啦，这个啦。偷看哦，偷看的，对，偷看呢，偷看哈，五、四、我不会写，三、二、一，什么要报这个？这个算报鸟，一丘之报鸟，答案是一丘之河，河，哇塞，那你写这个河，老师还是对的，哎呦，这个河，老师还是厉害，有点像雕这样，他那个骆驼，比喻两个人。一样恶劣，没有对比。张一东，你都没有对耶。对啊，刚不是说你学科都很强？对啊，但时间在变嘛，人也在变。那我们来看下一题。什么苗助长？什么苗助长？对啊，你这字，你这国字不会，你就写注音也好。对，至少不会零分的。哇，五。真的要写国文，国字出来吧。没关系，来，哎呦，这个谁会想得到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写？你在写什么？揠苗揠，一注音，连你看，连注音都写错，注音都不会揠苗。
而且他也是一样，一样，就是想让事情提早完成，太难了吧？老师好厉害哦！局在也不是三连胜，没有对。鹏哥，你那个东西还有吗？还有下一题吗？不会，下一题，不会，下一题。好，还有一题，二三，来，请出题。快什么人口？嘿嘿，这总算会了吧，张立东？这个简单啊，这常常讲嘛。应该不会太第二三，大确定。哎呦，这边不太确定。好，哦，大概抓到了。确定？哎呦，对了，还有两位，两位对了耶，我们是可以的。哎呦，目前张立东这对，终于对一题，最后一个也对一题。还有啊，还有，含什么学步？他还在刚擦完而已，你就倒数完了。有的人这句成语都没听过的，真的是不是这样？哎，老师先等一下，你被看到了。我没改哦，我看到了，我没改哦。锐气，张立东，韩大学部，韩大什么东西？韩大学，哎呦，其实都对耶，成功还忘记这叫什么？这我没看过哎，单栏哦，单单韩大学部，韩大学部。好，最输的邯郸母宝，最输的，你要喝苦茶还是要吃？张立东，苦茶最输了，没有饼干，我是最输的啦。苦茶，你看，好，为什么硬比这个东西？想不想尝试这种大学没有吃过的这种？这是什么？这是好吃的饼干，小苏打饼干夹来，你们两个一人吃一块，对吗？一人吃一块，来。这是另类的锐气，真的好，我吃给你看，你看这一点都牛轧糖饼干呐，对，好酷酷哦。对啊，怎么样？很辣。你好辣也好冷静啊。张立东受不了，是很平常。拿水给张立东喝，消暑一下，消暑一下。有点呛，爱喝。真的应该要多学国文。哇！哎，分一点给人家嘛，最好。哎，这好好喝。我看吃饼干最适合配这个。不会，哪会？你读书才苦哎。你怎么很开心的？很有气质哎，他很开心哎。对啊，我没有喝过。哦，没有喝过，你没有喝红茶。对。那我们可以招待你六杯要不要？我们可以栽培给你。不用不用。请问一下，你如果你喜欢男生，喜欢哪一种男生？幽默体贴的。可是你是文学系，可以承受得了我们这种低级笑话吗？嗯，可以，就是因为我就是文学的话就。没有很有幽默感，所以有如果幽默的男生的话就更好一点。是，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家里面会管你交男朋友这件事情吗？不会。对，因为大四的，而且是长大了，快出社会，赶快交一交。现在还在台南。对。多久回来台北一次？大概一个月一次。哦，那就是能不回来就不回来这样。对对对。哎，请坐，谢谢。谢谢。很沉静。接下来这位是哈娜，欢迎哈娜。哈娜，哎呦哎呦哎呦！大家好，我叫哈娜，今年23岁。哈娜这个名字是哪一国的名字？哪一国的名字是我原文名？自己取的？不是我，因为我是海归，我之前就是在国外读书长大的。你是英国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哇，硕士？请问你的三围是？对，你就穿这一套。31。哎呦，哎呦，24。你在看哪一集啊？是是是是。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念法学的，英国念法学比较厉害吗？还是？因为我是主攻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是在英国那边欧洲地带会比较热门，像在台湾，大家就。是环保意识没那么重视的感觉，而且他们对这个也比较先进。对，是哦。英国不是很贵吗？消费？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啦。家里有哇塞，要有一定要有，对不对？没有开玩笑。其实你去一个地方玩，跟生活在那边是两回事。是啊，是，你知道吗？对对。就是你生活在那边的时候，你吃的东西你可以控制嘛。对。我们去玩，我们一定要吃餐厅啊。对对对。那不然呢？你又不知道小巷子吃什么。所以在那边生活，你还是吃餐厅，对不对？就是一些同学啊，同学他们会跟同学一起吃饭。你不用客气，你看他那个手镯，哎呦，哎，哇，鹏哥厉害，会看会看，是不是？他今天带最便宜的了，最便宜。你讨厌台湾的教育制度，所以你不断的抵抗，为什么呢？我是到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来台湾读书，国高中就是一个台湾升学阶段，然后学校老师都会以
你成绩好不好来判断你这个人。对，成绩不好就是坏人。对，他们都是这样子想。然后所以因为我成绩非常好，几乎都是班上第一二名。我觉得跟老师说读书根本不重要，你看我书读这么好，我还是这种人，我就是会顶撞老师。对啊，你看做自己，我书读不好，我还是这种人。这有什么好讲的？这是个性哦。可是你从小到大社会科是都是第一名。社会，嗯，因为我算是记忆力很好那种，社会科就历史地理了啦。对，然后社会又是死的那种东西，它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像数学，我就逻辑的，那是逻辑的。嗯，就只要理解就会好。就是文科，哎，就是欧美式的教育，父母哈，欧美式的教育，你觉得是 OK 的吗？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每次我们大部分同学，有些人没有前三名，因为都大部分都被我抢走了。他回家就是会被打这样一狠一狠的。然后我回去，我妈大部分都问我说：“啊，你吃饱了没？啊，要不要吃什么？”然后功课说：“哎，我这一次又考多少？”他说：“哦，有。”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你觉得对不对，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会读书，他天生就会读书；那如果不会读书，你打死他，他也不会读书。这就是台湾教育失败的地方啊！不会读书，为什么不要给他们去学一些专业？别的嘛，对啊，做烘焙什么都是很好的，可是台湾就说你要读书。我不知道读书要干嘛。对，其实其他国家很多职业的学校啊，比如说啊，读读，比如说我就开始学修车，是，搞不好在日本他们就进了很大的汽车公司啊，专业，对不对？我要当厨师，我要变米其林系的，对不对？要学得一技之长啊。我喜欢电动，哎，我就变成电竞高手。而且他们有的大学，你专业的时候，那些企业家已经开始资助你的学费了。哦，就是你毕业就请你直接来公司就职，对。所以现在张立忠这一方面就很棒，嗯，他就是立志炒地皮，他就，我没有，现在炒到第十七期了吧？没有啦，没有啦。OK， 你记忆力非常好，嗯，有好到怎么样厉害？好到我觉得是跟我交往男生会很害怕。啊，记得每一件事情，对，基本上哪个时间点、哪个地方讲任何一句话，我通通都记得。怎么可能？哎呦，好恐怖哦！不是你都没喝醉过的吗？对啊，我通通都记得。然后我还有修犯罪心理学，然后所以只要说谎，我就你说谎。哇塞，哇塞！你现在应该没有男朋友吧？问话，对不对？问话，对。审讯呢？所以现在没有男朋友，没有人敢跟我在一起。他家吃饭那个桌子嘛，就是跟那个侦讯室一样，一进来先两只手就靠住，说今天晚上去哪里，不说着那大灯啪照脸，八小时再回来。那外国男生会怕你这种？外国男生哦，倒是还好哎，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跟外国男生交往过，大部分都是他们请吃饭而已。可以了，没有交往过外国男生，没有吗？有没有人想要请你喝杯酒吗？这时候记性就坏，对啊，还有谁？基本上我餐费都是外国男生付的。是啊，可是那你喝的是谁付的？喝的酒是谁付？自己付还是人家付？我不喝酒，有宗教的关系。那你好，那你果汁谁付的钱？饮料，这都是他们付钱。哦，那应该有。没有，我爱用国货。那我们在那边也只能跟你说谢谢。哦，你因为宗教的关系，你不能喝酒。那这个宗教非常的好。什么？是穆斯林吗？哦，天主教。天主教不能喝酒。是你自律的。天主教其实算是蛮多教规，可是现在其实大部分人不太，已经没有那么像以前政教合一这么严格。但是我是一个自律的人。可是喝红酒不行吗？喝红不是吃饭喝吗？只要有酒精类的，通通都是不行。啊，姜母鸭，哎呦，也不行。烧酒，姜母鸭，姜母鸭也不行。吃喜酒不行。喜酒，哎，吃喜酒，但是明天有酒。你有毛病？炒地皮的，不要乱讲话。有毛病啊？有酒啊？找人家麻烦，你看你。老师呢？炒地皮，喝喜酒。请问一下。在你们几个里面来讲，记忆力谁最厉害？记忆力，曲哥吧，曲哥背台词大，是不是？对，曲哥吧，出来，曲哥连两抓，比赛啊，连两抓都有你，哇，你真的是，露脸，唱歌台词不一样，是大家热身，对对，这一抓是真正决一生死，嗯啊，输了剃光头，哇塞，好紧，好刺激啊！我们现在 Google 小姐念的题目之后，两个人抢。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要开始念喽。预备，第一题，请说。深达今天出
门带了20根棒棒糖，想骗小朋友帮他粉丝专业按赞。对到小王给了1根，对到小黄给了4根，对到小张给了1根，对到小陈给了3根，对到小鱼没给，对到小鱼小杨各给了1根，最后生达把剩下的棒棒糖都给了小康，派小康蛀牙。请问小陈拿了几根棒棒糖？1、2、3。哎呦，3根。对，你应该不知道吧？我本来想猜4根。想猜。好，第二题，小康吃了几根棒棒糖？哇塞！啊，那我减一起讲，1、2、3。9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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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都对，刚刚好像合唱，9根，来第二歌，请出题。李东要见女友们，早上9点要跟小美在台北车站碰面，10点要跟小丽在西门町碰面，12点要跟小猪在淡水碰面，下午1点要跟阿花在内湖碰面，下午3点要跟小兔在信义区碰面，晚上7点要跟小熊在家里碰面，真是个充满精力的男人。李东，这是什么？针对性太强，你知不知道？好啊，没有。立冬几点要跟小猪在淡水碰面？嗯，3，快点，3，来一起讲，1、2、3。12点。12点。12点，对，12点。哎，第二题，哎，啊，立冬在西门町是为了跟谁见面？1、2、3，继续讲，开始。小美，小美是第一个，小美是第一个，小丽，对，小丽，你好厉害哦，全队都在全队，硕士，金头脑，哎，好会记哦，对，我都忘了，那你要跟他比吗？不，我都忘光，我没办法。对啊，刚刚那个什么跟谁碰面，跟谁碰面的，第三个我就算了。第三题约太多人了，第三题简单，超简单的，超简单。来，请出第三题。内裤王阿翔想帮自己买内裤，他选了一件黄色蕾丝的三角裤，一件红色棉质的紧身内裤，一件豹纹的四角裤，一件中间挖空的方便内裤，一件绿色的排汗内裤，一件白色的棉洗内裤，一件钢铁人的绒毛内裤，一件立冬穿过的原味内裤。好，请问阿翔第二条买了什么内裤？第二条，来，1、2、3，红色紧身内裤。哇，好强哦！红色，好强哦！棉质是还是什么？棉质三角裤，红色紧身内裤，就红色紧身，哇塞，完全正确。刚刚是一片空白，对啊，哎，好难哦，这一题就难喽。还有啊，最后一题，我要问你，三角裤是什么颜色跟样式的？就什么色什么三角裤？1、2、3，哎呦。你知道吗？我知道，小时候不是要让给他吗？好，等一下，让他先讲，让他先讲，那七哥先讲。1、2、3。哦，不行不行，对，不知道。不是你们老牌，你今天穿什么？我本来想讲黄色的，好像黄色好像不对，黄色是蕾丝的。那是第一。那请问你是说黄色蕾丝那个？对啊。哎。对啊。哎。他这种老牌的，好强啊！太强了，来。都是那太厉害，来，请坐。我不用什么吗？啊，对哦。来来来，饼干跟苦茶，你选一个。苦茶，还是垫笔？不用那么难。没有垫笔的嘛？苦茶。6杯。哇！哎，下次换那个黄连粉。上一次那个苦的，那个很苦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那个茉莉花，不是啦，不是啦，那个什么什么草，那个好恶。谢谢你，那个记忆大王，太强，太强，太强，太厉害，太厉害。
书念得好是有原因的。好，接下来这位安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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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磊你好。大家好，我叫王安磊。安磊。你是什么星座？天蝎。你是电商行销，什么是电商行销？嗯，就是我会做一些销售业，然后在 Facebook 上下广告，然后帮老板招一些客户，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有在经营 Instagram， 然后就是有在做一些 KOL 的网红行销，都是网络作业。刚这样讲嘛，就知道这是一个聪明的女生。对，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对，他自己又逻辑又很清楚，这样对洋派的感觉。跟人家讲一下，你是什么大学，什么系毕业？我是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系毕业的。台大生物产业传播，对，那是生物产业。嗯，我们的全名叫做不是，我们全名叫做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大家知道翁姿曼吗？翁姿曼，翁姿曼，对，就是她是我学姐。那时候那个系叫做台大农推系。哦，农推。对，所以她现在其实就只是因为台大就是有点 gay 白，就换了一个名字，觉得这样比较好听。但她这边很强，但简单来说，就我们在学行销和传播，就是把台湾的农产推销出去这样子。哦。那你现在很适合去高雄。嗯。因为高雄一直在卖菜。对啊，跟大家一起发大财吗？哎呦，哎，不是，你不用考就可以进北一女。哇，对，就是我当初是北一女的嘛，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大家通常都要考机测，对啊，就拼死拼活考机测进去嘛。但因为呢，我就是成绩太好，那时候是接受国中的全校女生第一名，然后就免试直接升学到北一女。全校第一名就不用考了。对，就那一年就是这样子。太屌了！我想问，请去那个全校不分男女的第一名是男生女生？这我就不知道，他们没有特别这样。他有可能是全校第一名。对，对不对？北一也不算男生。北一女被邀请去读，哎，对啊，而且在门口，哎，来了，请读。对，北一女，然后一下，哎，制服。书包书包，哇塞，厉害！以前北一女要哇考到什么样程度？但当然，你们那个这个也不容易啊。对对，就是一路走来，就是我爸妈也都管我很严，然后就是一路上成绩都很好，就也蛮累的这样。那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还行吧，还行吧，就是因为爸妈这样子管教，就是让我可以有那么好的成绩，也是还不错。那你们好好聊，我回去打了。你自己也很喜欢念书吧？是啊，其实没有自己没有到很喜欢念书哎。同学们都会问说，就你到底是怎么读书可以读这么好这样？然后我都会觉得啊，不就读书就应该就会好了。你会熬夜念书吗？就是以前也不会熬夜念书。真的熬夜念书真的不如这些笨蛋。对，就不太好。只有笨蛋。我都蛮早睡啊。决定叫儿子晚上七点睡觉。这么早？头脑清楚。哇，我觉得你这个太厉害了。那我问你，你觉得读书到底辛不辛苦？读书哦，其实我觉得还好哎，没有很辛苦，可能是我天资有点聪明吧。这个就是真的很讨厌哦，就明天这个就是真的讨厌。今天要考试，哎，你昨天有没有读？没有，有没有读？哦，没有读，没有读。结果他考了第一名，那你为什么考第一名？我上课努力听就可以。我真的好讨厌。上课仔细听是很重要。其实上课好像仔细听没有很重要，没有很重要。我自己回家读这样，对啊。我这种太聪明的这种，对啊，这种会，哎，你没有朋友吧？对啊，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最讨厌这样，朋友都一样的，对，物以类聚，大家都是不用读书的，都是第一名。他朋友，我们是都是第一名，对，我们各地第一名聚在一起，全都第一名。哎，请问一下，数理高分的秘诀？哦，因为我学测那时候，从高中考大学，就北一考台大的时候，我学测那时候是数学是满分的。对，满积分又来一个满积分，数学满积分不得了，满积分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数学满积分不算很难，不算很难，你东西消费怎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做人做事逻辑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只要你逻辑对的话，就是考试数学的话就蛮简单的。对，不行，数学真的没办法。数学对呀，数学没办法。现在想起来，就我们的人生逻辑都是错误的，难怪我们数学都不好。哎，你们那个朋友会不会在一起？这样满积分？哎，啊，你满积分？他没有满积分的。哎呦，把他踢出去！你知道你今天来到我们这边，让我们几个觉得像我们是文盲一样。对呀。
国中的时候以为大家是不努力才就是考不上好成绩，然后直到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有自己去教书，我去当生物老师，就是我发现学生们不是要读书就可以读得起来这样。这段话说，所以读书是天生的。读书就可能还是要靠一些自己，那可能老师也可以给予一些帮助，这样。像我现在生物课的时候，我就会，带学生做一些实作啊，比如说带他们解剖猪心啊，然后放一些有趣的，比如说动物交配影片给他们看啊，然后我觉得上课的时候比较振奋，然后就会考试可能就会比较吸收比较多，考试考比较好这样。下课会放人的吗？就国中生都很兴奋这样。或者穿的露一点啊，这样。哦，像这样，像这样方向对哦，就会比较好这样。先勾起他们的兴趣，所以老师其实也很重要，会更积极向上，是比用各种方式。对对对。来，你们两个猜，好，你们三个猜拳。三个。对，剪刀石头布。然后说不。你说。上。我说上。上什么？要算那个月球运行的轨道，谁给你算月球啊？算黑洞。我们有一个题目，但是呢，你应该可以。我可以问吗？对，但是输了剃光头。不行啊，谁要剃光头？好，输了你选一个。啊，电笔。那一定输了啊。没有，来了，我们到前面。逻辑这么强。来，大家到前面，请用12根一样长的竹筷在这里。哦。然后拼出6个一样大的三角形，六个一样大的三角形，一样大，哇塞！看，这样这样，预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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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会啦？你先让你排看看，动动脑，预备，我们先让他一分钟，预备，开始，好，来开始，翔哥可以，翔哥你这样算一个嘛？对，当然啦，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对对对，你很强，对，这样算两个吧，聪明，强哎，他摆一摆就好了嘛，摆一摆就6个啦，就这样摆就好了嘛，是，三个啦，对啊。啊，这样子就4个啦，对啊 ，OK 啦，这样就5个，5个，对，好吧，哎，九，他怎么再借一个？没来借一个的，第6个怎么出来啊？哎，等一下，不是，对你把那个上面的移下来嘛，不是，我现在在想嘛，30秒，我在想嘛，然后不是这样子算1、2，这样对啊，这样算4个嘛，对啊，你要像5个了，嗯，一样大，一样大，哦，这个不能算哦。哎，你们谁有想法？可不可以？我有，真的吗？你有想法吗？慢慢摆啊！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要，这不要的一样，对嘛？你把它移到这样就好了嘛？这移到这里可以吗？这样子，这样就行了，对嘛？是不是？哎，好强哦！正确的吗？正确，最好了，我摆出来，没有，我心里也是这样想。其实这一题是他出的。哦，是啊，人家是老师哎，对不对？不过真的很聪明，就是今天这每一位女生都高学历，嗯，但是呢，不知道男生看到这种高学历的会不会有压力？我觉得不要有压力，在爱情这条路上，大家是平等，嗯，对，我们只是不会读书而已，但是我们很会爱你。对啊，我们一定会有某些方面是比他们还要强，温暖，对，一定有的嘛。是，但是就是能念书就尽量去念书，嗯，是啊，要念书这个增长知识。因为啊，那个老话还是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哎，会，真的，我们书到用时，真正没有东西，所以不是甚少哈。想要用都不知道用怎么用。我们只能讲说佩服你们四位，今天谢谢大家，谢谢。